跟清兵调开，你怎么来的，怎么去？快走吧，先生。我不动，保护大人，我去那边看看，你们四个留在这儿。是，保护他大人。是。既然有刺客，还不赶紧去抬我皇城的警卫，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作甚？快抓刺客，快快抬我皇上！快，这边，快点，快！上上下下几百口的人都将人头不保，不可以！快快，你这边！我们没有人能逃得出去。要不要成立？你们动！赵大人还在里面，盯死所有出口！把一队、二队叫过来，其余的人保护太后皇上。是。我有个办法。干什么，沈青衣？青衣。啊！干什么？青衣，不要去！Thank you.
你守寡多少年了？回太后的话，14年了。我39年了。还没有想好啊，你的命以及吴家上下几百口人的命都是沈星仪用命换来的，从今往后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爱惜吴家，方可不辜负沈星仪牺牲之意。你呢，还打算在这泥坑里面继续的沉浮？说句实话，我也不知道将来如何，只是我已经在这条路上，只能继续走下去。我走了，你多保重。被废，载漪父子被发配新疆。大哥，我想问你个事。如果那天太后在吴家东院出了事，你会拿怀仙如何？我会将怀仙视如己出。娘，娘，舅舅，我要上船了，就是这艘。不一样，我还会回来的呀。早点回来。娘，2年很快就会过去。
相信，那时候的我肯定跟现在不一样，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也会到来。娘等你。娘，舅舅，我走了。走吧。